Hello， 欢迎大家回到影子的游戏空间呐、啊！现在影子要来玩《Doom 毁灭战士》这个游戏，我有点忘记上次玩到哪，因为离上次玩的时间有过了几天了吧。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我这个礼拜，礼拜三会去拔智齿，所以动完手术，就是拔掉三颗智齿之后呢。我可能会没有办法讲话，大概两三天吧，所以会有两三天的时间没有办法录任何游戏，所以我就在想说，因为今天是礼拜日的晚上，明天就礼拜一了，可能明天礼拜一多录一些，然后可能分期放到 YouTube 上吧。那这礼拜六的直播也没有办法直播了，因为没办法讲话。所以呢，礼拜六的直播可能又要再暂停一次咯。那大家就会，大家就继续在收看我的 YouTube 就可以了。因为我明天应该会录多一点，然后，哟，这是要直接跳下去吗？哎，真的耶，明天会录多一点，然后就慢慢上传咯。那我想打算先把这个游戏玩完，这个《Doom 毁灭战士》游戏应该快破关了，所以我打算先把这个游戏玩完。那之后呢，我们会再继续玩那个叫什么《言语圣所》。《言语圣所》我不打算玩太快，因为那个游戏呢，你一直玩的话，你压力会很大，因为会一直死。所以那个游戏我不想玩，不想一直去玩它。可能就偶尔玩一下吧。拿到无敌，拿到无敌就杀超快的，来吧，一直一直过来给我打，瞬间移动攻击，一拳轰爆你。还有吗 ？Come on， 来吧。什么东西？冲太快，没有冲到。哦，哦，哦，我都没有看到怪物啊，然后就直接飞过去干掉他。我人一直在瞬间移动，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哦，哎，打完了，狂暴就这么一下子。还有吗？还有。哦吼！掉你的防护罩给我。打你屁屁。这有红门跟蓝门诶，传送点，我进去看看。嗯，好像只是在上面的路而已。然后呢，往前走。不知道这游戏还有多长。游戏刚开始玩还觉得蛮好玩的，蛮新鲜的。可是玩太久了之后，就发现有点，就一直在重复啊。你看这个场景，就是一直在重复做一样的事情。剧情有点少啦，我觉得。不过毕竟射击游戏嘛。可是像使命召唤那种射击游戏的剧情模式，它剧情就做得不错。毁灭战士的剧情呢，就比较差一点。
然后就是光靠杀怪啊，跟打击怪物这种打击感，我觉得这样有点不太够啊，会玩到后来就觉得有点一直在重复做一样的事情，像这些找钥匙啊，打开门啊，然后杀一样的怪物啊，所以还是赶快把它玩完吧，应该快玩完了。干嘛？然后主角太强了啦，主角就是一直在屠杀。哎呦，差点掉下去！这种空中还是不要乱飞过去，一击必杀。呵呵，飞到空中会死掉。主角就是太强了，所以杀这些怪物太简单。不像其他游戏会这么有难度啊！才不要过去，过去就会死掉。直接被我轰爆！哦吼，你们记得死！我要去哪里啊？诶？走到死路了，我是跳下去的意思吗？哎喽，超高的，杀了我，你行吗你？他反应还挺快，就是晕眩的时间还挺短的。哦吼，这个火箭真的有够爽。这火箭好像有追踪，是不是？感觉它的火箭有点追踪的感觉，小火箭。哦吼。哇，好多！哎，我跑到哪里了？我跑到哪里下？站的位置不太好。哇，你还会飞上来的？我不知道他会这种怪物会跳，我不晓得。打很久喽，去死了你！给我你的精华。我都不知道你会跳。又来，这么多只。然后，防护罩给我。爆头！还没射到，先打另外一只啊！哎，有这个东西，不早讲，死定了！啊！刚拿到就打完了，浪费，真是的！我现在去哪里？开门，没有，不是这个，干，好浪费哦。
啊，太浪费了，是被伤害呢。我刚刚是从上面下来的吧？哇，好多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好像怪物，不会又是 boss 吧？这是一只怪物吧？长得还蛮像 boss 的。那我现在去哪里？难道是这里？看到手榴弹。炫了吼，可是攻击好低哦，这把枪。Bitch, bitch， 近战好没感呢。欸，这晕眩打这个还不错用哦，可以打背，狂爆头。我觉得这游戏的符文呢，最好用的符文就是我现在用的，远距离就可以直接冲过去给人家一击必杀，然后一击必杀之后呢，装备另外一个符文就是会让他掉装甲，所以一击必杀之后他还会掉绿色的装甲，这两个简直就是一个 combo， 超好用。不要逼我用狂暴化。把你干掉哦！没翻，是不是？哦吼，看吧，他连狂暴花都一直狂掉装甲给我。哦吼，提莫吉，哦，我也不知道我在打谁了，反正一站就对了，好多啊！哦，就是你了，一拳超人。我是一拳超人，一拳超人，还有吗？一拳超人，哦、oh, ，come on， 给我，哎、欸，太矮了，哇，没有弄到，为什么刚刚打不到上面？弹药快没了，让我聚一下吧。这游戏就是整个在屠杀。全把我弹走。大的，好了，因为这边有子弹，想说反正也是要拿，不用掉拿不了。谁这边射绿色的？放你头，再来一发，他血好多。
没事，不要打我。干嘛啦？小子也敢打我？现在嘞？前面下面有路。是这里吗？前面。哦，这上面。又要再上去一次。啊。这后面看起来就是有隐藏东西，果然，我连地图都没看就觉得这边是隐藏物品。这个楼梯旁边破一个开口，就是让你进去。这边又有一个那个超强力武器 BFG 9000的子弹，可是我刚刚没有用。刚刚不是做过了吗？干嘛又要再做一次？哦，开了，可能是要开两次吧。耶，刚好行了。真的，如果这主角不是那么强的话，应该超可怕的。哎呀！我只想吃一下的岩浆会不会烫，就好烫了。主角如果不是这么厉害，这游戏真的蛮恐怖的，又血腥。可是主角太强了，不要动，见鬼杀鬼。诶 ，Hello， 锁定目标，再来一次。算要跳上来了，去死吧！嗯，没死。哦吼！啊，没子弹，等一下。哦，撞我！哇，痛痛！等一下啦！要逼我放大颗的哦，大颗的我要放的哦。Oh no， 被他挡住了，结果只杀到一只。如果他没挡到的话，他会一直子弹会一直飞过去。哇，好可惜，他浪费了。我看到四倍伤害了，四倍伤害。去死吧，四倍伤害死定了。四倍伤害就是要玩狙击，还有吗？出来吧你！没了，没玩到一下子就没了。梗梗梗梗梗梗。开膛破肚！哦，线，我决定换一颗大颗的，电爆你！
这么快就死了。哦，我靠，吓到我！怎么突然从这边？我以为他会从另外一边。还有吗？没了，打完了。真的都没什么压力，然后主要怪物又是都长得一样了。这游戏 BOSS 太少，你知道吗？如果 BOSS 每一关都有一只的话，这样还比较有挑战性，就是也可以让玩家也比较有新鲜的感觉啊。不然一直打一样的东西，而且为什么这个要做那么多遍呢？在笑。有什么好笑的？嗯 ？Hello。我靠！看起来很可怕。啊！啊 ！BOSS 战啊！这一看就觉得是 BOSS 战。Promised me so much. Oh, 蜘蛛。大了头脑，你的弱点就是脑袋，对不对？哇，移动速度好快，真的假的？哎，打不怎么痛了。哇，我靠！我是不是应该站台子上啊？他这有冒出台子，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不知道这样打对不对，反正他有减血就好了嘛，无所谓了。那血还蛮多的，比之前的 BOSS 还多很多血。哟，我用电锯直接锯死他，不过应该不行。哎呀，这火力，哎，发生什么事？刚不知道为什么宕机，不过至少他直接在 BOSS 这边接关，还不错了。刚用小火箭轰一轰他就宕机了，是不是不可以用小火箭轰他？我打他也不怎么痛，马上换武器好了。居然闪过我的正晕攻击，再次没有用。哇！不要骗我！啊！他用速度还挺快的。火箭打他好像还不错用，火箭的锁定攻击，他那个雷射扫到我两下，贱！嗯，这样不好。又丢炸弹，哇靠！你还连丢，哦，不要炸我！送你一颗大颗的，痛了哈！为什么火神炮子弹这么少？没子弹呢、欸。亚美的 cos 要挂了，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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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好险。啊，抖一抖掉出补血瓶给我也真好。这是什么？靠，地上还有电。再送你一颗子弹，这个大子弹不要直接对着它发，对着旁边发可以电比较多下。他们倒过来了，哦，还有这一招的，哦，又来，其实这招空档还蛮大的，这样我反而可以一直打他。哇靠！怎么办？什么都没有。哎，又有这个。你没有？他用这招的时候就一直打就好了。哎，但我没说。What the fuck？ 还有这招的。他居然上面还长刺，莫名其妙。哎。怪怪的，他掰卡了，他要唱阿盖拉了。哇，什么东西啊？被什么东西打到？他开始乱射武器耶。死了吧你！还没死？哇靠！刚刚那是怎么回事？到底死了没有？我要挂了！死了吗？哦。还被轰出一条道路嘞！好像是动画，我把那个摄像头关掉一下。You've won. It's over. You stopped the invasion.And closed the portal, but it's come at a price. Argent, Vega, this entire operation. You see, I've watched you work, come to understand your motivation. You think the only way is to kill them all, leave nothing behind, and you may be right. But we can't just shut it all down. Without Argent energy, it will be worse.I don't expect you to agree. But with this, we can continue our work. I am not the villain in this story. 就最后主角也是被利用。What I do because there is no choice. Rerouting tether coordinates complete. Our time is up. I can't kill you, but I won't have you standing in our way.我靠！为什么我们主角不能用这把武器？这把武器太猛了，看起来就很屌。我们主角应该拿那把武器用砍的。啊，破关了好像。他在为下一集铺路啊，这个不算真的结局。好吧，就这样结束了。那。这个游戏就在这边告一段落咯，
谢谢各位的收看啊！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一个赞，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那影子就在这边跟各位说拜拜啦。那我们接下来，这游戏就不会再录了。那我们就接下来就是玩其他游戏啦，大家再见喽，拜拜。